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锋芒科技，我是小易。如今私家车成为了几乎家家都能够承担得起的消费品，公路上所谓车水马龙，一不小心就遇到塞车的问题，于是自行车反而更受大家的青睐。骑自行车出行，一方面能够锻炼身体，另一方面自行车小巧轻便，穿梭在城市的街道之中，避免了堵车的麻烦。然而自行车适用于短途出行，如果要远距离出行就有些不便了，对于一些身体素质不高的人来说，更是骑不了多久就会感觉到疲惫。如今有人发明了一款会自己跑的轮子，装在自行车上，让普通的自行车立马变成小马，像是在变魔术一般神奇。这款神奇的轮子是由国外一家公司发明的自行车配件，安装上这款轮子之后，自行车几乎秒变成为一款功能强大的电动车。这款轮子叫做 Urbance， 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电动的前轮，将自行车原先的轮胎替换成这款叫做 Urbance 的轮子，不会对自行车其他部件运行造成任何干扰。替换之后，轮胎能够与原先的自行车完美的配合，继续发挥作用。这一轮子是安装于自行车前轮的，自行车后轮依旧可以保持原先的设计。设计者为这一款轮子设计各种常规的尺寸，几乎能够适用于所有的自行车。而且安装这款轮子的方式极其简便，使用者自己就能够进行操作，不需要专门请工人来进行。首先，我们将自行车原有的前轮拆下，之后将油门定位在手柄之上，最后将车轮与油门拉锁相连接，这款神奇的轮子就能够发挥作用了。安装后这款神奇的轮子之后，我们的自行车就实现了变身。这款叫做 Urbance 的轮子使用的是航空的特有材料制作而成，因此轮胎十分轻便，总重量仅仅有7千克，而且这一特殊材料增加了轮子的耐性，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。替换这一自行车前轮之后，自行车最快能够达到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。不过目前这款轮子在市面定价在1000元以上，这让很多人还难以接受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